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呢，继续玩我们的 Big Day 啊，就是大日子。那这款游戏呢，老头之前有玩过一集的嘛，对不对？整体来讲还算是不错啦。好，然后已经又过了有点久了，老头已经有点忘记要怎么玩了，没关系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。好，装备的部分，老头上一集也整理完毕了吧？哦。应该是有办法重新适应吧，或许啦。OK， 我们上一集在飞机场以及这个城市啊，这个不知道什么城市已经打完了啊，这地方可不可以进去？不行。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这边也不能进去。啊，这个可以进去。好了，我们进来这边看一下好了，试试看。哦，尚未开放。我靠，这个区域怎么没开放呢？好，这边我们已经打过了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货车，货车没有打过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补给晶体，需要一件装备，把不要的装备拿进去变成晶体。哦，我们这边还可以改造哦。怎么强化？需要花费900块可以强化我们的枪。哦，强化。哦，这个游戏还有强化功能 ，Oh my god！ 这游戏没问题吗？一直在加伤害，最高级就是加二哦，没有加二到加三花2700，成功率 62.5。哇，好，我们就先不要强化了，我们要没钱了。补给是什么？好，看不懂。所以说这里是干嘛的？出口。这里是补给处哦，我怎么没讲哎？好，那我们去这王国看一下好了，这剧情，哇，有很多事没有完成，不能离开这里，所以说我到底要干嘛啦？这边是 BOSS 战，进入一个废弃的导弹井，或许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以后再来看看吧。所以说我到底现在要干嘛？再进去一次，哦，这边打完了，现在打这里老友，好，我们进去。哦，原来他这个关卡是从这边进入的哦。哦，有点忘记了，没关系。我们刚刚升级我们那把枪嘛，看一下。那些怪物太多了，不可能从城里穿过去。希望燕先生的地宫还在。严先生，阎罗王，严先生。哇，这边中国哎、欸。哇，唐人街哦，这也是国外的唐人街。噔噔 ，gan 一个字 gan 一个字 gan 啊，枪栓酒楼穿香酒楼哦、啊，然后什么岛大饭店、鬼岛大饭店哦、宝岛大饭店，好，哇、哦，错鞋，哎、欸，我这个枪改造成好猛哦，哎、欸，刚刚什么东西冲过来啊，吓死人了。又来又来又来！哦哦哦！怒吼一下，下杠！哦，会死会死，怎么有点难度了？哇，我要死了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要死了！补血是哪一个？啊，补血是哪一个？哦，马上被秒杀！有难度哦！可恶，再一次，我不相信。再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他这个好像可以重置此区域，然后继续重新刷的样子吧，好像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这个剧情已经展示完了，我还要再展示一次。啊，这边不能直接跳过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拿那把枪哦，因为刚刚是因为我们切到下杠嘛，所以说伤害有限哦。来来来来。嗯，换这一把，对，我们就这一把强化过，然后有一只会先冲过来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啊！哦，是凶哎、欸，这个只会越来越多，不会越来越少啊！哦，有有有，伤害显著，有强化过，有差。有强化过，有差，没有录到。
啊！不管了，怎么一直抓不到？欸、有了！我靠！我靠！这根本是坦克来着的吧 ？Tank， 你是不是 Tank 啊？啊，记得要随时装填，保持弹药哦，是满的，才不会有事情。哦，他那边视角超窄，你根本不知道前方先会先出现什么，一大群来了，一大群来了，大群来了，我有呀，呜呜，危险危险，哎，我要求啊。好，子弹捡，这应该是我的能量条吧？哎、欸，他们死掉会自爆、欸，哎，什么鬼啊？哇！哦，大只佬，大只佬，我要生气了，不要过来哦！我可以这样射吗？哎、欸，这样有算哦。哦，多僵尸，补给，哇，还送箱子，这是子弹吗？哦，这路上都是子弹啊！我觉得子弹也不能乱捡、欸、你满了它还是给你算一个。哦，我觉得这都是快要没的时候再去摸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快没的时候再去摸会比较好一点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？枪声，岩，没想到现在还能见到你，岩，谁啊？哎，洗八路，结束，看一下他们说的岩是谁？老朋友吗？会不会是老朋友？应该是老朋友。哇！自爆！哎、欸，这好难对哦。没对到就没了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这是我这血那么多啊！天哪！装备装备，那血为什么可以这么多？哇！呵呵，开枪的僵尸出现了！啊！一打一，玩弹幕游戏。弹幕游戏，哦，又一个子弹，捡啊！立马装填完毕。很可惜啊，这个翻滚还有 CD 时间啊，有点小小可惜。不然的话，我就以我个人习惯啊，我会一直想要翻滚，我会一直想翻滚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隐形的僵尸，这是什么来着啊？啊，它不是隐形啊，它被挡住了、啊。这个视角做的好烂哦，那装备还弹到外面去，哈哈，搞什么？它被那个屏幕给挡住了，它的屏幕最起码也要做个半透明，让我们知道那边有敌人吧。不然这样谁知道啊？好家在他是一只精英怪，地下有个光圈啊，不然我根本不知道那边有敌人，还傻傻的这样子。
好，我们的伙伴出现了。哇，他们逃走了。啊，原来只是通天的严先生是被困在这里，被困在窝里。什么？原来只守通天的严先生是被困在这里。谁啊？那翻译真的也觉得还蛮怪的，完全不会念。好了，不管了。只守通天，只守通天，只守通天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追到这边来了。哎、欸欸欸欸，这几人，哇哇哇哇哇，这么帅啊！住手！快看看是谁来了。老朋友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啊，别来无恙啊。哎呦，难怪最近没看到你的人在我周围闲晃，原来是自身难保。别这样，乔潘乔，感觉他们两个是死对头。我只是关心你，你知道的。废话少说，我也不是为了这个事而来的。哦，那难道是担心我？哈哈哈，你想多了。有人告诉我城里的在城里在组织撤离，你也看到了，地面上走不通了，把地宫的钥匙给我，我不介意再救你一次。啊啊啊啊！再救我一次，我喜欢你这么自信。我的秘书在后厨挂了，钥匙在他身上，你拿回来再说。哇，他秘书挂了，老狐狸你等着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去他的厨房里面、哦、跟秘书拿钥匙、啊、意思是说我们要去打 boss 的意思了吗？他的秘书是 boss、哦、这里开干。他的秘书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哇，秘书是女的耶、哦、突然地震，哇塞， Oh my god，有什么手榴弹？哇！有什么手榴弹之类的？室内。哎哎哎哎哎！干什么干什么？那结束了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拿了。哇！拿了之后僵尸更多。我可以直接离开这里吗？如果不把他们清光的话，好像可以这样子哎、欸，欸、可以可以、欸，哦，省好多事情哦。好了，我已经拿到钥匙了。这么久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，潘乔。点点点，算啦，这个卫星电话给你。你出来之后，我也没去看过你，算是我给你给你个接风的礼物。啊，那时候我被抓去关了。也对啊，那时候我记得剧情刚开始是坠机还是翻车啊？之忘记了，相信我，你会需要的。好了，小黑，我们走。我的小黑超强的、欸，刚刚跟我一起 Sparto Stodolim， 啊，新爆气流斩。好了，我、哦、这可以。哦，抱歉哦，吓我一跳，自己按到技能，错级、欸。这些可以打哎、欸，电视机。这些全部都可以射、欸、好屌哦、喔！好，要结算了吗？好，结算吧。结束啦！就噔噔噔噔，哪时候才有 boss 战可以打、啊？我们想打 boss 哎、欸，赚了多少钱？我们等级六了，拿到什么？寒冰结晶，全部都捡一捡吧。这些材料都是可以拿来做拆解用的啊，全部获取。离开，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、哦。那这一款游戏其实真的还不错啦。哦，目前老头应该会找时间慢慢的推哦。看现在无人生还这个新大陆总共四关，听说这个游戏到结局大概五个小时的游戏时间吧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呢就是继续的有一下补一下的，没一下补一下的啊、哦。好啦。好啦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继续我们的大日子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